为防中美关系脱轨，习近平顾问团秘密赴美内幕。美国北约表态引关注，北约议会表示，俄罗斯政权唯恐怖组织。Twitter变化大，CBS被嘲笑冇骨气，武统学者退出，真相工程被解封。亚利桑那州总检察长启动调查选票处理情况。世界杯B组话，美国同威尔斯1-1打和，靠贝尔射12码。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嘅支持。今日系香港时间11月23号，礼拜三。欢迎收睇希望之声越南新闻，我系林欣。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 《华尔街日报》21号报道，据消息人士透露，就喺拜习会前，习近平想加强同美国沟通，嚟巩固同美国嘅外交关系。喺习近平嘅批准下，中共派出秘密顾问团赴美，求助于美国企业界嘅老朋友，目的系向华盛顿发出信号，表示有诚意防止双方关系脱轨。 报道中提到，中共赴美密会嘅老朋友就系保险业大亨莫里斯格林伯格。根据知情人士透露，喺拜习会前，北京派出咗一个由高层政策顾问同企业主管所组成嘅代表团前往纽约，会见咗由97岁格林伯格牵头嘅美方代表团。 报道话，华尔街高层喺北京嘅权力走廊一直享有特殊地位。而格林伯格系美国保险金融业嘅巨头，佢亦系中共副主席王岐山嘅老朋友。佢系90年代为北京加入世贸组织喺美国国会游走嘅重量级人物，佢被中共领导人视为老朋友。随住美中之间嘅紧张局势持续上升。 格林伯格曾经喺7月投稿俾《华尔街日报》，话佢成立咗一个由美国高级商业同政策领导人组成嘅团体，以帮助美中重建建设性嘅双边对话。据讲，中共驻华盛顿大使秦刚提请中共领导人留意呢篇文章。知情人士话。 习近平喺20大结束之后，立即批准咗2次由中共外交部下属智库筹备组织嘅赴美访问，目的系向华府发出信号，表示佢有诚意防止双方关系脱轨，并愿意揾到一种沟通渠道。报道话，习近平正试图稳定双边关系，同时为中美之间更大嘅竞争做准备。 而美方代表团喺会议前则通知咗白宫嘅国家安全委员会同其他机构，对此国家安全会议拒绝评论。11月10号至11号，双方各派出咗13名代表喺位于纽约嘅格林伯格嘅保险同投资公司斯塔尔总部举行会面。据与会者话。 喺一日半嘅会谈中，双方讨论咗喺台湾问题上嘅分歧，以及两国政府可能合作嘅领域。美国代表团强调咗台海和平嘅必要性，而中共代表团则强调咗台湾最终同大陆统一嘅重要性。与会人员仲透露，中方小组暗示，中共希望喺俄罗斯入侵以及北韩问题等地缘政治事项上同华府合作。 但条件系将台湾问题同放松对中国公司高科技嘅限制作为合作嘅条件。会后双方同意明年喺中国举行下一轮会谈。格林伯格嘅高级助手透露，拜登政府已经听取咗双方交流活动嘅内容。啱啱结束嘅 G20 峰会上，虽然美中承诺恢复高级别会谈以及重启气候变化方面嘅合作。 但系会上两人仲系各说各话，双方之间仍然充满不信任感。除咗台湾问题以及美国出口管制造成嘅紧张情势之外，拜登同习近平政府都喺度制定政策嚟抗衡对方嘅力量同影响力。双方唯一嘅共识系避免中美关系持续恶化，避免或者至少推迟冲突嘅发生。
目前俄乌战争面临住要唔要谈判，同埋几时会谈判等等一系列嘅困局。而近日美国同北约嘅态度同时有住明显变化。21号喺西班牙召开嘅北约议会第68届大会上，北约议会大会主席，同时亦系美国联邦众议院台湾连线嘅共同主席康诺里宣布咗一项决议。北约议会一致通过决议，将俄罗斯联邦及其政权认定为恐怖组织，并呼吁建立一个国际特别法庭，追究其犯下战争罪行嘅责任。康诺里喺投票之前话：今日我哋将通过一项决议，呼吁所有盟国明确认定俄罗斯联邦及其现行政权为恐怖组织。我哋仲呼吁我哋嘅政府为乌克兰加入北约采取下一步措施。泽连斯基受邀发表视像致辞，佢重申乌克兰加入北约同埋欧盟嘅意愿。乌克兰常驻北约代表团团长切尔涅夫指出，成立国际特别法庭唔单止可以将战争罪嘅直接肇事者绳之于法，仲可以将俄罗斯最高领导层定罪。佢喺 Facebook 发文话：呢项决议嘅通过系一个重要嘅政治步骤，反映咗西方议会圈嘅情绪，因此影响各国嘅政策领导层。在此之前，波兰参议院同捷克众议院先后喺10月及上个礼拜通过认定俄罗斯为恐怖主义国家。拉脱维亚喺8月亦宣布俄罗斯为支援恐怖主义嘅国家，而立陶宛同爱沙尼亚则分别喺5月同10月通过咗一项类似嘅决议。此外，欧洲理事会议员大会喺10月份46国以压倒性通过将俄罗斯视为恐怖分子政权嘅决议，只有一名土耳其成员弃权。近日，美国北约同时表态。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表示，对乌克兰嘅防卫具有全球影响。而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21号表示，保卫乌克兰就系保卫民主。佢话呢场战争极有可能会喺某个时刻就喺谈判台上结束，但系呢个取决于战场战斗力。佢要求北约成员国加强对乌克兰嘅军事支持。對此，時政評論人士唐正遠博士認為，北約議會嘅呢個決定，佢當然係有其意義嘅。佢反映出將俄羅斯視為恐怖主義國家，佢正在得到越嚟越多嘅歐洲國家嘅認同。而北約議會所達成嘅呢個決議，將對北約嘅成員國對未來對俄羅斯嘅呢種政策會產生相當大嘅影響。此外，設立呢個特別法庭嘅決議，為未來去追究同俄羅斯相關嘅戰爭罪嘅責任人，會起到一個好好嘅鋪墊作用。第一點，佢反映出國際社會對俄烏戰爭嘅結局，對呢個俄羅斯必敗嘅呢種結局有咗一個基本嘅共識。第二點，北約呢個議會大會其實係一個北約嘅成員國嘅議會之間嘅交流機構。佢帶有一種顧問性質，嚴格嚟講，佢並唔係北約嘅決策性嘅機構，亦唔代表成員國嘅政府官方嘅立場。佢所通過嘅決議，更多嘅係一種政治表達嘅性質。雖然佢冇咩硬性嘅法律約束力，但佢喺北約成員國，甚至喺成個國際社會範圍內，係具有好強嘅呢種輿論影響力嘅。而呢種輿論影響力係有可能會影響到各國嘅政府決策，去做出相應嘅強制性政策，同採取一啲相應嘅行動。Twitter 自馬斯克接手之後，一系列變化受人關注。哥倫比亞廣播公司 CBS 19号宣布，由於馬斯克領導下嘅 Twitter 充滿不確定性。佢哋決定退出 Twitter 活動，成為首家撤出 Twitter 嘅主流媒體。但唔到2日，20号 ，CBS 又宣布返回，表示 CBS 新聞同電視台正在恢復 Twitter 活動。馬斯克立即回覆一個揞嘴笑嘅表情符號，隨後仲喺自己嘅 Twitter 上發出一部電影嘅梗圖，嘲笑 CBS 冇骨氣。
戒唔甩 Twitter。依張圖獲得咗34萬個點讚同埋27000次嘅轉貼。細心嘅網友發現 Twitter 嘅立場正在轉變。11月21日，支持中共武統台灣嘅中國學者李毅宣布退出 Twitter。佢發帖話：佢嘅推文接連兩日因為網友舉報而被刪除。佢仲話受到侮辱、謾罵、攻擊佢嘅上千條信息，竟然冇一個中國人企出嚟講話。而李毅嘅推文截圖顯示，確實佢被刪除咗多條推文，帳戶仲一度被 Twitter 鎖定。Twitter 俾出嘅理由係接到多名用戶舉報，經調查發現佢嘅帳戶違反咗仇恨行為嘅規則。李毅經常喺社交媒體上宣揚武力征服台灣，比如日前佢就發推文話：解放台灣，中共解放軍傷亡唔會超過兩位數，台灣根本冇還手之力，亦唔敢還手，邊個反抗就株連九族。戰後治理亦好容易，先屠殺一半，剩低嘅就會俾狗仲聽話，定時喂骨頭就得啦。李毅退出 Twitter 後，中國網友紛紛叫好，話依個係馬斯克做嘅真正好事。馬斯克另一個動作係喺解封咗川普嘅 Twitter 帳號後，11月21日又解封咗被稱為民主黨大黑星嘅保守派新聞監督機構真相工程嘅 Twitter 帳號。真相工程隨後發推文感謝馬斯克，並請求網友關注他們將在11月29日播出聯邦政府內一位舉報人正在記錄拐賣未成年人的情況的獨家新聞。真相工程是全國範圍內最有效的非牟利組織，從2011年以來，他們一直在這裡調查揭露中共和私人機構中的腐敗、不誠實、自我交易、浪費和欺詐等，因而被公眾所熟知。真相工程是在2021年2月，因為在 Twitter 上分享 Facebook 副總裁羅森承認 Facebook 有個別審查言論系統的短片後，被 Twitter 封了號的。亞利桑那州總檢察長正在調查馬利科帕縣在中期選舉中的一些情況，要求對所發生的無數問題進行全面報告和說明，並指控可能存在違法行為。亞利桑那州助理檢察長詹妮佛·萊特在被馬利科帕縣首席民事部門檢察官利迪的信中說，馬利科帕縣似乎未能遵守隔離、計數、制表、統計等法定準則。他們收到了很多投訴，其中包括第一手證人的陳述，這些陳述引起了人們對馬利科帕縣是否遵守亞利桑那州選舉法的擔憂。前國家情報局代理局長格雷內爾在 Twitter 上說，馬利科帕縣的民主黨人在截止日期後處理選票，並聲稱他們在截止日期前給選民打電話，而選民剛剛回覆了他們。格雷內爾說這個是非法的，我們將提起另一項訴訟，要求只計算合法選票。這次中期選舉，馬利科帕縣再次因其處理關鍵戰場州的選舉而受到抨擊。美國眾多媒體都報導了包括有關投票機出現故障等等問題。據《每日郵報》的報導，19日在州總檢察長馬克·布爾諾維奇的辦公室，要求對馬利科帕縣還包括鳳凰城和其他城市的選票問題作出解釋後，亞利桑那州共和黨州長候選人卡里萊克宣布他相信這一切會扭轉，他仍然會成為州長。截至11月20日上週，萊克以大約18000票的優勢對民主黨州長候選人凱蒂霍布斯，而上個禮拜，霍布斯已經宣布在州長選舉中獲勝，但是萊克表示目前他正忙著收集證據和數據，並且組建了最優秀的法律團隊，正在探索各種途徑來糾正過去一個禮拜發生的很多錯誤。在中期選舉之前，霍布斯因為沒有迴避處理亞利桑那州的選舉職責而受到萊克和其他共和黨人的批評。
亞利桑那州檢察官辦公室尋求嘅證據必須要喺11月28號之前提供，依個係依個州2022年中期選舉嘅最終認證日期。11月21號，2022卡塔爾世界盃 B 組小組賽展開爭奪，美國隊同威爾斯隊1-1打和，威爾斯隊著名球星貝爾通過射12碼打入擺平嘅一球。依次威爾斯隊主教練安排加雷斯貝爾突前，阿隆拉姆塞坐鎮中場負責調度，排出介乎於3-4-3同5-4-1之間嘅陣型，而美國隊係主打進攻嘅4-3-3陣型。突前嘅係年輕小將約什薩金特，而效力於英超車路士隊嘅普利斯奇、法甲里爾隊嘅蒂姆阿維分居左右。上半場嘅比賽第35分鐘，美國隊創造機會，維亞擺脱對方防守，喺12碼處起射得分，將比分改寫成1-0，美國隊暫時領先。喺下半場第79分鐘，威爾斯隊球星貝爾喺禁區內背身攞球嘅時候，被美國隊嘅後衛鏟倒，裁判點球，貝爾一蹴而就，將比分扳為1-1。最終全場比賽結束，美國隊同威爾斯隊各打咗半場好球，雙方各取一分。本場比賽戰罷 ，B 組首輪比賽全部結束，英格蘭隊位列小組第一，威爾斯隊同美國隊並列小組第二，伊朗隊墊底。第二輪的比賽將於11月25號進行，英格蘭隊對美國隊，伊朗隊對威爾斯隊。如果你想及時了解每日世界盃的賽況，請觀看我們的新頻道《體育世界》，由著名體育節目主持人黃岩為你提供全面專業的各種體育賽事的評論解說。請你點擊置頂留言區的連結。好了，今日嘅新聞就報導到依度，多謝你嘅收睇。如果你中意我哋嘅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同埋訂閱。我哋下次再見。